是你的 beautiful girl， 我会爱着你 in my world。 祝你的创作才子 Samlin 林中轩今天举办新歌发表会，女神好友宋云桦现身站台。宋云桦招认识 Samlin 的红娘，私下常帮好友介绍对象，可惜都没有来电。有一次我们那个中秋节，对，中秋节在烤肉的顶楼，顶楼，然后大家吃东西，然后就突然有人说，哎，来 Vivian 她有一台钢琴，然后我们就说好，从她的 apartment 搬了钢琴搬到顶楼，然后就那天晚上就一直唱歌，唱到很晚。对，那天我们就是因为知道 Samlin 会很多乐器嘛，然后其实那天有电钢琴，然后也有吉他，所以那天我们就唱着唱着，原本是听他唱，但每个人后来因为他太会弹了，我们就把他当行动 KTV， 就说哎、欸，我要唱那首歌，你帮我们伴奏。那叫做 Nakashi， 之后被大家利用，所以就不能听。没有，但是因为他真的很有才华，因为很真的我很少看到就是他一个人真的完全可以把所有的，他就是一个 band， 自己可以完成所有的事情，很厉害。